球员跟前就有一个工商行，那边人怎么十一十一那边正常那个搁大行里边比这能简化一些，还成麻烦了，怎么开开卡修啊，不是成麻烦了，你这个是麻烦，像我们这个原来没开过卡那个应该简单，不就好他就能查到一张，我这刚才一打出来一登那两个人五六张为啥查不来呢，不知道，他说那你那扫可能那微机里边都没有记录，微信里头哪有记录，不是以前以前就是你开的扫那时候也没有微机，17年没有，我是17年是他没有记录，我他妈查手机上我一类卡用不了，一类卡用不了咱不用微机不了，就是差额度吧，一类二类，嗯，就差额度。二类卡一天就10000，10000你也没有。有他妈，你告诉他妈，我一个月10000都没有，你干嘛一天10000？哈哈哈哈哈。额度10000，我说行，我办。别的卡有一类卡呀？群里通知的嘛，不用好吗？因为我闲的，我还特意怕难嘛。我说你下楼时把我身份证拿来，我等等。我他踩印你，花1块钱。我也不知道拿出之后我才看见。半夜这样是吧，还不用鸡巴折腾这远，咱下咱不用起来这么早，嗯，这鸡巴来回打折100好几，还就起个大早，是不是最后还是得接我，这搁哪儿办都是这样，该过的过，不该过都一个系统了，过过也过不了。他问我你开不开过卡，我说没有。